阿斯特罗文宾在19日离开了我们大家，去到天上成为一颗星星。突如其来的噩耗是让整个韩娱圈都陷入悲痛之中，好多艺人都发文哀悼他的离开。其中帅逆泰明在现实动态以黑底白字写下，记起了在舞台上发光的你，希望你在那里幸福，就像你一直闪闪发光一样。 K 则是现身文宾的 IG 留言，抱着希望你去到好的地方的心来到这里跟你问候，但反而更睡不着了，真心希望你能幸福。最后一句你辛苦了，还有对不起，因为我没发现，更是让人泪崩。瞬间想起过去他们也曾悲痛送走钟铉的那幕，而作为童星出身的文彬曾在东方神起的气球 MV 中扮演小允浩。允浩在得知噩耗后发文，不会忘记你笑得灿烂发光的模样，我会为你在远方平静而幸福的生活而祈祷。金在中也写下，希望你在天堂能够幸福。志清灿佑则放上两人小时候的合照，说冰啊，在那里不要痛了，要过得幸福。而 Vivi 即兴飞和 Seventeen 盛宽，一个是他的青梅竹马，一个是他的好兄弟。他们虽然目前都还没对此事发声，但一直以来只追踪团员的两人却破例追踪了文彬的 IG 账号。文彬的妹妹文秀雅也在哥哥离世后，除了追踪哥哥的 IG 外，也将 ASTRO 成员一一加进好友名单。三位的举动真的让人看了超级心碎。